基隆中原祭游行今天下午登场，基隆市长谢国梁现身和路边民众逐一握手致敬，遇上罢良民众拿的绿油油草皮装饰，还有黑色罢良看板紧跟在谢国梁后头，引起警方出面劝导，要罢良民众和谢国梁保持距离。目前基隆的民情就是对所谓的罢免是感到比较厌恶的，说实在是这样。其实我们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中原祭，那表达意见我们都完全尊重。那就是大家距离不要太近，有一点点安全距离，我个人会建议这样。谢国梁表示，表达意见都给予尊重，但他仍不受影响，遇上小朋友特地停下脚步，还拉一旁的立委李佩祥合影。但随着罢良投票日敲定，谢国梁不放过任何能和市民互动机会。